感动中啊，针对土耳其这次的大地震哈，死伤亡这么多人哈，真的是让人触目惊心哈，也可以感受到哈，目前所有的乡亲哈，啊，对于土耳其这个事件哈，大家都发挥哈，人力紧密哈，啊，人机紧急的这样的精神啊，所以云林县政府的所有同仁哈，啊，也发起了一日捐了哈，那一日捐，那我本人是一个月捐了哈，所以呢，我们现在大概已经有超过120万哈，那我们也会配合中央的哈，我们的政府哈，啊，我们怎么样来把这个善款哈，啊，能够到我们土耳其去，真正能够赈灾，也能够哈啊，急速的让土耳其赶快恢复哈他们的所有的建设跟人民的这个安全哈，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发挥这样的精神哈，那也希望抛砖引玉啊，所有的乡亲都能够啊一起来守护哈土耳其乡亲的啊这个生命的安全哈，以及他们尽速的恢复他们以前的家园。好。